大家好，我是吐司，这是一个绑架萝莉。这是我跟一位床战新手一起打床战的影片，内容丰富许多，观众福利，记得把影片看到最后，并且按赞、订阅并开启那大大的铃铛。这支影片可以69个喜欢吗 ？OK， 各位观众，现在在我们的第一场，然后你会手加吗？我不会。不会，好，那没关系，反正第一场我先教你。你现在身上应该有一些金锭跟铁锭，对吧？然后我先给你一些金锭，然后你金锭有四个的话，是不是有四个？然后你可以跟他买一个木头，跟一些羊毛。羊毛看你要买多少，基本上都可以，因为羊毛是我们必须去垫桥的东西。那你就先买一些木头。在哪？木头在方块，找到了。哎呦，好 ，OK。然后棒的形状大概是，你先把木头给我，趁隔壁还没来之前，全部。Ctrl 加 Q， 坑，好，没事。好，就是好，因为是床嘛，我们先把它包起来，包起来大概是这样。然后呢，你可以再把它这里多加。一格宽，这里也是，旁边也是跟上面，你懂吗？就是把它多延伸一些，然后之后再用羊毛把它这里给包起来，让它多出来那些是露出来的，这样子就完成我们基本上大部分Minecraft玩家会用的手加方式，跟对面那一对差不多，只是他们没有用羊毛。那我们现在就垫过去打他们。那我要，你就 PVP 啊，就跟他硬打。哎，我上去。我可以过去打人。对啊。确定。可以啦 ，OK 的 ，OK 的。可以，等一下。这样。OK， 他没有要来。你打，有 ，nice， 你很厉害，快，他剩几滴血，弹空 ，nice， 你把他杀掉，他的 ，OK， 他下去了。你把虫挖掉了？有啊，我已经把虫挖掉了，我刚才挖掉了。酷欸。我连走路都不会走了。没事，我帮你垫。OK， 谢谢。部队不见了，黄队呢？我的。黄队来了吗？黄队来了吗？要打我？你还可以吗？我已经死了。Oh no！ 我不能闯啊！我来救你！啊，不对，等一下，你死了。Oh no！对。Hello guys， No， 差一点。OK， 观众，现在是我们的第二场，刚才上一场纯属意外 ，OK， 绝对不是技术问题。你说的都对。姚茶已经知道怎么守家，那我就赶快冲到隔壁。哇！在哪？在上面。OK。差一点出事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买了个击退棒棒，可以把别人打虚空。对啦，我好卡，为什么？黄队感觉不太粉，还是粉对粉？哦、oh, no. ，我不知道怎么面对。哈？等一下、哦。白痴。打不到，嘿嘿。他们直接不守家。等一下，有人来了，又是粉，奇怪呢。每次都来我们这里，
没必要那么情有独钟吧。Hello， 他没有来，他没有来哦。白色，为什么要放 TNT 啊 ？Oh no! Oh no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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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可以，观众，是我们的第四场，然后这一场呢，我觉得应该有机会要赢的，对吧？你说对不对？我们应该可以赢的，我们可以赢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可以的。我们可以的，我们可以的。可以的。蓝队要来了，蓝队要去我们家了，小心一点。我，你打得赢吗？你打得赢吗？你不要打，白痴，别傻。啊！你可以吗？你可以吗？啊！他蓝队有那个 TNT。OK。不是火焰弹就好。蓝队回家了，然后黄队在跟绿队打，白队不知道在干嘛，他想出去，然后又回去。哎，白队是……哦，然后蓝色跟白色又在打。红队家的床呢？红队就是我们啊。哦，我们就是红队啊。蓝队乱叠呢。哇你，哇，不是要跟本队单挑哎？这看起来就是一副你来打我啊的样子。两个在那边互看，人家两只啊，回队跑了。回头被打下去。蓝队狂吸钻石是怎样？自杀？哦，粉队要跟红队打了。OK。红队是我啊，红队是我啊。哦，你现在有发现吗？红队啊，红队是我啊。哦，红队，哇，等一下，红队这是，哈？啊？怎样中啊？等一下，我看到一个神奇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什么东西？把中就是中岛这个地方往下跌，然后想要盖一个平台是吗？哈，倒的那个下面就是中洞嘛。嗯，他们跑到下面，然后、哦、我看到在那个床那边，对不对？就是半个床，对，半个床，半个床。然后他们现在是怎样？困住还是？没有，他们不是被困住，他们是故意在那边。然后，因为只要摔下去就会死掉。那个床其实，在床站那个有一个 bug， 就是你摔下去你一定会死掉。I like it， 柯基。怎么做到的？我比较好奇。可能放水吧，我在猜。两个就在那边，没人打得到呢。这应该打得到吧？红队为什么往下丢脸？继续。红队好聪明哦！红队就是我啊！哦，对，白痴啊！哦，对不起。红队就是我啊！好酷哦！怎么他们可以这样子？
就 掉下来还不死的，真是一个神奇的东西。然后我来找你。Oh no！ 哇哇哇哇！啊 ，no no！ 被打下去了，被 Q 了，怎么还有另外一只？哦，这一场差一点哎，差一点，真的差一点。